国女200公尺预赛的第一组，加油加油！我们总共分六组，每组取两名，再择优12名进入决赛。现在暂时领先的是海星高中陈伟香，参考成绩25秒5名。好，鸣枪出发的是第二组，加油，所有的选手，加油加油！在我们第四组，桃园国中吴又宁选手，在港都杯荣获了第四名，叶嘉金，现在也是暂时领先。暂居第二的是玉里国中王秀宇，参考成绩26秒29。我们每组取两名，再择优12名进入总决赛，加油加油！现在暂居第一的是金城国中吴子怡，参考成绩26秒11。
好，鸣枪出发的是第四组的比赛，在我们第四道东港高中蔡问婷在港都杯也荣获了这一个项目的第三名，加油加油！现在暂时领先的是台北市大同高中的陈胜雅，参考成绩26秒12。在铁饼场地目前。好，鸣枪出发的是第四组的比赛，在我们第四道东港高中蔡问婷在港都杯也荣获了这个项目的第三名，加油加油！现在暂时领先的是台北市大同高中的陈胜雅，参考成绩26秒12。好，鸣枪出发的是第五组，在我们第四道的戴瑞珍，在全中级荣获了这一个项目的冠军，加油加油！现在也是暂时领先。第五道明湖国中温子璇以及明德高中蔡欣婷，参考成绩25秒49。鸣枪出发的是国女200公尺的最后一组，加油！在第四道，沙鹿国中杨梅梅在全中锦是拿下了这一个的第二名，港都杯是荣获冠军的选手，加油！现在也是暂时领先，参考成绩26秒09。鸣枪出发的是国女200公尺的最后一组，加油！在第四道，沙鹿国中杨梅梅在全中级是拿下了这一个的第二名，港都杯是荣获冠军的选手，加油！现在是暂时领先，参考成绩26秒09。